天生长。好，有一个人一直在拍自己的那个黄色的卡，他就走三张椅子，然后就自己拍一张那个打针的卡，走三步就拍一张照片，走三步就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后面的人就一直走走停停。我还搞不清楚状况，我还想说我们要一个一个进去那个里面的白色棚子，然后帮你打针，结果是一个护士就推着滑轮，然后就冲过来，然后就说诶 OK 吗，然后就帮你打针。我在前三个我才反应过来。他在打针的时候他讲一大堆，我都脑袋空空，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都已经要被打针了，他还一直狂讲一些注意事项是怎样。对，他对每一个人，他讲得很清楚，就我只听到什么不要搓揉，多喝水，其他我都没有记得，因为都已经要被打针了，我还在记那些东西。待会洗打的时候喝点酸哈，来谢谢啊。好，把针握起来，我去这里不舒服啦，只能冰敷，不可以揉它哦。啊，回去要多喝水，休息哦。好。好稍坐一下咯，谢谢。但他每一个人都讲，但其实很厉害，因为像我，其实他在卡那个卡上说明书上就已经有写，对啊，但他是再三告诫。他有三排，但是他是不是中间隔开？他是直接中间排一排人，所以你就会旁边就会有一排人。我就想说，我们怎么坐在别人旁边，然后又有人坐在我们旁边，这是什么鬼？谢谢。是会对不到焦的那一只。